压非常耗眼力。钻石切割是这个产业当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必须很小心，十一点细节出错，钻石不是学不会，就是造成极大损失。完成了这些繁复手续，钻石才会被送到珠宝店，配上世界拍卖，也才造就出全世界年产值超过600亿美元的钻石产业。